Hello， 大家好，我是潮男。嘿、hey, ，没有错，看到这个画面就表示说，咱们暌违三年之久的 CS Online 2终于开启了咱们 CCV 的测试啊！相信这肯定是让大家就是非常的兴奋吧。而在画面左边呢，哇塞，各种优惠啊，不是我要说。然后完了，突然不知道要讲什么了。想当初2013年当时公测的话，不是公测啦，就是好像是橘子内部的封闭测试吧。然后就是当时有一个叫喵咪的，好啦，其实不是啊，对啊，是喵咪的大大，他就当时有去测试，然后还写了一篇。心得文回来给我们看，感觉啦，这游戏比起 CSO 来说，算是一个很大的优化。然后这次据说呢，这个 CSO 2呢，比起 CSO 一代来说，有比较注重于平衡性。听照橘子吧，橘子的宣传来说。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逆天的神器出现之类的，希望是如此啊。我不知道橘子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啊，总之就是由于这个 CCB 测试呢有时间限制，现在是8:13，九点之后就会关闭伺服器了，所以咱们就把握这段时间，战场实习就不用了，然后。这边是我们可那个武器解锁栏，哇塞 ，HKUSP 还蛮想拿的，马脚、哦，等一下，啊，干嘛？是的，回来了，好啦，我会要吃饭啊，没有错，我到现在忙到现在，饭都还没吃，那我吃猪狗饭吧。对，武器这么多样，可惜就是没有 HKC 用。那有这些也算行啦，据说那个官方释出画面有 NK63。可能上面没有，可能之后会出吧，到时候再看啊。好，咱们就不浪费时间，先去既然是 CSO 系列的不眠蛇经典模式吧。
我不得不说 CSO2 配置标准啊，我不知道它配置标准是怎样，不过因为我在这台电脑运行状况下，我效能全开了，然后加上录影的，竟然还有我把帧数有调到240了，还是能够将近破百的那个破百 FPS。我这台电脑算是比较中阶偏下吧，都还能这样运行的这样子这么顺畅，不知道游戏内表现会怎样。哦，开始了，嚯，看多顺啊！但为什么只有一把手枪？完蛋了！哇，CSO 的 bug 没办法用了。Fire in the hole！我没想到这把手枪竟然是那个，我忘记是哪个系列，好像是，反正好像是一个叫罗拉用的吧。哦，怎么死了？竟然莫名其妙拿武器就这样死了。看来是地上会有武器嘛，然后 Fire in the hole！然后随机有武器，然后自己在路上捡。我为什么这 Fire in the hole？这个那个叫什么？无线电感觉有点像是全民枪的那一种感觉啊。虽然说全民枪战比这还要更鸟，不错说。Defusing at B。我们看看其他人的。然后，我是反恐方的，哼。Enemy incoming. Secure the object. 拿个冲锋枪好了。然后，哼，别拿剑了。这样还是那种呢？OK，Let's go。这样还是 CSO One 的，就这样子。谢谢。Fire in the hole！ 308，哦。Fire in the hole！ 这还做得不错。哦。Flash out！ 这质感感觉到还是。哦。Popping smoke！ 啊！趴了！天哪，竟然趴了！我还是太烂了。Fire in the hole！ 我送，准备送观战啊。Team, fall back. I can't do that. Affirmative. Enemy spotted. 嗯、assist. 原来这种叫 assist 哦，我以为叫 assist。老实说，不太想要拿 famous， 想拿点 MP5、SD5 之类的，可惜 CSO2 里面没有。Flash out！ 我倒是还蛮期待那 NK23 的，因为 NK23 算是我的爱枪之一啊。Negative。而且 CSO1 里面也没有推出，有 Enemy in sight。手枪里面。CSO One 里面鬼蟒算是其中一个手枪啦，然后再来就是 NK23。Bomb has been planted.我刚刚提示秒数就出来了，不知道 CSGO 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设定。为什么妈呀？为什么这 M4 长得怎么有点像 ？OK，没有赢，队友超给力。OK，Look。变格拉德了啊！哦，阵营转换了，无法购买武器，不，完了，只能手枪闯天下了。下半场开始，这是怎么回事？哦，原来如此啊！无法使用 ，what the？ 好啦，买个手榴弹就冲吧，要小心了。
Affirmative. 还是跟人都游走好了。Negative. And fire in the hole. Negative. Assist. 哦，还是助攻到一个，是个好兆头。Enemy spotted.要小心了，好像不是一个人。哦，还有保留 CSO1 的镜头，咱们去分众家看看。哦，把那孔枪都被抄了。哦，要小心了，要小心了。完了，烦。反恐家都被我们抄了一遍了。哦哦，好险！我们去看一下这边。反恐还有五个。哦，天哪，我枪法超烂。Assist. Fire in the hole. 看反恐应该跑到我们家了。Fire in the hole. I can't do that. 天哪，手榴弹丢的比我想象都还远。有声音吗？有声音吗？哦，我都听到了。Cover me！ 哇，捡不起来。600块应该买不到什么。OK， 然后有声音吗？天哪，CSO 处理内建系统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CSO 一代里面它的，我们赢了。哎 ，Terrorist， 哦，我们赢了。好。好突然啊！哦哦，结束了！哇，哦，这结算画面做的还蛮帅的，不说话说。哎，升了三等啊！恭喜你提升至等级二，等级三。哎呦，还不错，还不错。然后先推出来吧。现在是8:24，然后怎么卡住了？哦，好，没事，现在没事了。当前皮到底蛮窄，算了，还是干脆就，再来就，我会吃啊，我不会吃到十点的，吃完玩个什么嘞？我会吃啊！嚯，你看到我正在盛饭吗？好，稍微介绍一下这几个模式吧。经典模式就是刚刚的拆炸弹，啊，团队始终不用选。生化模式就是僵尸模式，然后基本上应该就跟僵尸一没什么差别，然后幽灵模式的话，反正就是恐怖方会隐形起来，跟莎拉一样，然后可以看他们的影子，还有脚步声去判断他们的行踪。啊，枪王之王就不解释了。估计大赛的话就是经典模式的，然后再加个等一下。那刚刚也有，刚经典模式也有队伍互换啊，那这个差别到底是在哪？算了，不想了。那个人死斗就死斗，训练场的话就是 BUT 模式啊。哦，感觉枪王还蛮有意思的，玩一下啊。房间满了，我的妈呀！该不会现在已经都到一个白热化程度了吧？哇！等一下，不要跟我讲都房间一百。屁嘞，都满了，完了，都满了，完了，我们只能玩拆弹了。啊，这个地图是什么 ？Assault。这地图好吧，我认不出来。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在 CSO 上出过，因为我也不是。很了解 CSO 的图，每个图啊。在等他 loading 的时候吃个饭。
好舒服。这跑好久，我的妈呀！开始了吗？算了，这场结束之后，不然来打那个什么来着？教学好了。听说教学那个跟居社之前有一款感觉啊还不错的射击游戏，都有剧情的。Go go go！ 这是日本救援制的。Copy. Stick together, team. 哪一个？Affirmative. Fire in the hole. 好吧，就你了。斯泰尔 MP5， 不是 MP5， 斯泰尔 TMP 啊！我的妈呀！好走，他们都去哪？哦，那种瞬间叫效果。Fire in the hole. 感觉就有种 Call of Duty 的风格啊，后期的作品啊。不管怎样，跟着队友。莫名其妙就赢了。天哪，我们那边还有13人。Negative。好好。Roger that. Affirmative。你就有吹啊。Okay, let's go. Okay, let's go.这次的创地图算这部分感觉有点像仓火，拿吧，又赢了，天哪，不知道是我们这方太强还是对方太弱了。Negative， 装个小兵器。Okay, let's go.哦，上面还okay, 还显示那些人的当前的美金数量。I can't do that. Roger that. I can't do that. Copy. Popping smoke. Assist. Go go go. I can't do that.都清完了。Fire in the hole! Fire in the hole! Hungry carrots win! 又赢了。不知道哦，这次是九 round。Mission start! 换一把。步枪好了。Okay, let's go! Okay, team, fall back!太好，这是从下面打。啊 ！Flash out！ 我等一下会拿去起。哦，这边敌人都清光了，上面该不会有。这地图感觉就结构比较像仓库。Fire in the hole！ Fire in the hole！ 打。First blood. Okay. Hunter Terrace win. 结束了。哦，这是人次也跟以前一代的都不一样了，觉得好很多啊，爽啊爽。好，你看机关枪好了。Fire in the hole.这才有机枪的感觉啊，不是好说。Assist. Double kill. Yeah. Triple kill. Hunter carries win. Let's go. Team, fall back. Affirmative. Mission start. Fall back. Team,
fall back. Team, fall back. 然后打的话就 copy， 就不用那个了，就不用 Roger that， 就不用注意什么，反正 copy 很容易杀。Negative. Affirmative. I can't do that. Roger that. Long shot. Affirmative. Negative. Copy. Assist. I can't do that. Enemy contact. Enemy kill. Fire in the hole. Roger that. Stop. Assist. Negative. Oh, 被杀掉。凶哦 ！Hunter Terrorist win. Pump this down. 哦，这把好像配对了。Mission start. 我来的岩破，就 CSO 里面的连闪啊，不知道走位，我看还是不要拿这把好了。天哪，我 flash out， flash out， 原来是小心爆炸，我还以为是小心闪光弹。Flash out， fire the hole。哦，都被挡住了，看不到。哦，我还以为吓死我了，我以为他 Fire in the hole！ 他还没死啊。哦 ，Fire in the hole！ Karen win， 赢得轻松了。Flash out！ 不知道他是调到哦，这是换场了，他也只能依靠手枪了。为什么打不死 ？Hostage down. Enemy incoming. Secure the object. 哦，难怪。拿着拔吧。Okay, let's go. Need backup. Go go go. 还是要挡住我。哪边是哪？啊啊啊 ！Karen win， 刚一瞬间被干掉，哦，刚差点就挂掉了。哎，结束了。很奇怪，好深啊，感觉。现在都到这份上了吧？就为什么又卡住了？他又要等，每次退出来的时候都要等稍微一下，就来玩个战场十级好了。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像巨色代理那一款射击游戏，那种巨色那一款射击游戏剧情，感觉就有点 COD 的味道在里面呐、学长，是不是因为今天第一天吃不起开服啊？总感觉这两场都跑很慢。
哦，要开始了。哦，好，好，简介先放个衣服。这照面回来竟然还没开始，我的妈呀！嗯，天啊，超饿！哎，开始！哇，还做的这么炫酷！嗯，你不会关上？哎，到了，起来！竟然是中文配音，我的妈呀！我还以为是英文配音。咱们主人公还蛮好像还蛮帅的。这就是秘密训练场，看到前面那栋建筑了吧？进去之后开始我们的试验课程。铁塔哦，恐怖分子的他们一天的基本演练吧。我没想到竟然是中文配音，我本来想说应该会是英文的。你体力还算可以。哎呦哇，我体力从高楼上跳下去都不死的。行动力看起来也及格，让我们瞧瞧你的准度。只有一把 AK 吗？我想，我看看。塞，这两杯武器都一样啊。让我看看。AWP Farmers AK47， 然后这把应该 M4 吧，然后下面还是一把 AWP， 然后 NAC10 往下了，然后又是 AK， 然后我那一粒 M4， 然后上面又一把 M4， 嗯，好了，要射中目标啊！再来一次啊！等一下，我突然忘了一件事情。刚刚有没有注意到有一只鸡跑过去？那只鸡，听说啦，听完之后也不知道真的假的。那只鸡射到的话，好像会有奖励什么鬼的。来，咱们试试看。下一次如果没有成功就算了，因为没太多时间了。你们也刚刚也看到那只鸡还飞得还蛮快的，天啊，那飞行的距离不科学啊！开始。哎，到了，起来。原来咱们主人公是在睡觉吗？我没想到这种配音竟然会是来自于这个大叔，有点无法想象啊。他说：“说。”这就是秘密训练场，看到前面那栋建筑了吧？进去之后开始我们的试验课程。哈，我，错了，我这代 CSO2 的跳跃高度比 CSO1 感觉、你体力还算可以，
感觉比较高一点，感觉啦。行动力看起来也及格，让我们瞧瞧你的准度。啊，来了，来只鸡。要射中目标啊！哎，打中一只。我听说有三只。射得中头部吗？啊！等一下啊。还不错。听说有三只鸡，不知道另外两只在哪里。用过狙击枪吗？你准度还行吗？外形当然可以，没射中指定位置。原来这就是 AWP 啊。哦，挺不错的嘛。狙击镜感觉有点像 N200 的狙击镜啊，讲错是 N100 啊。这次就看看你实战经验如何，一边前进，一边攻击那些靶子。哎、欸，啊，没打中，完了，失败了。呵，而且还不能理解。你的目标不一枪毙命的话，很容易浪费子弹。武器的子弹不够吗？切换手枪或小刀比较快。情况紧急的时候，换武器还比换子弹快一些，记着点。这是电源开关。很好，到达顶楼了。又要进一步训练了吧？嗯，哦，原来是开启电梯开关。最后是爆破训练，楼上帮你准备了一颗 C4 炸弹，去拿吧。喂吧，要把这栋建筑炸掉吗？话说我一直搞不懂，这主人公为什么不把枪托抵在肩窝上呢？到我们指定的地点安装 C4。那只鸡呢？那只鸡不在这里。这可是经过我们精心设计过的 C4 炸弹。可别随便浪费。精心设计过的。解除 C4 吧。要解除？那为什么还要？那为什么还要拆掉？不是说不要浪费吗？为什么还拆？浪费呀、啊！哦，这画面质量不错。哪里？还没拆掉，完了。主人公就这样被炸死啊！体验恐怖分子的训练课程后，感觉如何？嗯，会吧？很可惜，你好像不符合我们的录取资格，试验不及格，只好让你特别晋升了，警察先生。哇！竟然，原来这家伙是要潜入恐怖分子的营区，然后被恐怖分子他们发现，就这样被毙了。好像还有，只有第一张，上面还在 commission 1 2 3 4 5 6，后面还有到七张，不排除之后还会再新增吧。然后怎么，哇，基本上。玩也差不多玩过了，再看一下其他地方吧。嗯，李特，原来苍蝇头叫李昂啊，难怪那一头金发，我就觉得感觉不对啊，好像在哪里见过。原来叫李昂啊，阿伯哥，可惜是大叔，不然感觉还蛮帅的。这一身装扮啊，那好，看看商城都没有卖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哦，经典震撼组。哦，这是送给我们的，这是送给我们咱们 CCB 玩家的，让我们等了三年之久的，让我们等了三年之久的橘子，现在总算给我们一些优惠了，呵呵。可是这是精英封测账号啊，到时候的话，那这些应该都会回收掉吧？就是不知道公测会长怎样啊，呵呵。奥米亚，点开一下，哦，还蛮正的啊，不是我要说。
伊莎也差不多。可是为什么都只有女角？帅气的男角色呢？讲一下，出下啊！我也觉得奇怪，感觉一直都有锯齿哎。我看一下，我是不是把像人都调高了？啊，看来是还没。哎、欸，完了，我不知道最高效能是怎样，这些很多我看不懂。完了，贴图过滤跟垂直同步。虽然垂直同步很强，但我还是搞不懂那是什么。基本上这两个看不懂，其他的看起来是除了刚刚沟通采样抗拒值之外，其他应该都调高了。还有省运效果啊。不得不说，真的是一步大要滑哦哦哦。然后这边基本上就是武器的解锁系统，你只要就是达成它上面所有条件，你就可以把这武器解锁出来。我这样看下去的话，应该就是那个我们到公司那天，这些应该都是像我一开始弄的那样子，就只有第一排会显示出来，然后刚刚我买的经典震撼包就是把你这些武器全部都解锁了，嘿，就是这个样子啊。希望那个啊，我在吃啊，哦，烦死了，哦，你随时都可以收了，哦，你收不是我收吧？哦，我要什么时候收当就什么时候收，还是我出去吃？真的是。希望公测之后会有左轮出现啊，算不是到不折不扣，但也还是偏好左轮啊。那现在8:50，差不多公测要结束了。不是公测，讲错，今天的 CCB 测试要结束了。啊，总之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啊，咱们就下一个影片再见啊，拜拜。